妈妈，为什么只有一个呀？妈妈，我问你，为什么只有一个呀？我拍了。妈妈，为什么只有一个？妈妈，我看不到两个。你在哪里睡觉吧？妈妈在里面。对呀、啊。我看不到。熊猫是国家保护动物。它喜欢保护人类吗？它不会伤害人的，它也属于人类的一种。它是人类的最高境界。你能不能帮我们